决定你没有机会讲下去吗？你终于 say no 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剪刀手。我就觉得很有自信，因为小姐在嘛，小姐每次都剪刀石头布都输，我就觉得哇，今天一定可以赢他们两个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耶、yeah! ！小姐加油，剪刀石头。不过你点多咧设定讲，牵过咱来找足侪村民来，哎对啊，都咱几个人，咱几个人尔呢，要搞。不用太担心，因为我们有油压机器。有啊，油压可以拉拉回来。对对对对，不再是靠人力的，所以不用这么担心啦。好，那等一下是有人要先出海嘛？对，你会要几个人出海？我们会有三个人出去，三个人出海，一个开船，一个放网。刚刚好，一二三，我跟你讲啦，来了，公平啦，反正就是小黑一定要下去啦，一定要。然后小黑的爸爸也会来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他负责，只要一个人下去就好了，只要一个人下去就来了，剪刀手布啦。然后下去的人还可以获得到一份礼物，那么好？对，真的，他们有准备一个礼物，那么好？决定你没有机会讲下去吗？你终于 say no 了，他终于 say no 了，来来来来，剪刀手布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耶、yeah! ！你们两个可以获得一个礼物，赶快你们两个先剪刀石头布。OK， 小心加油！剪刀石头布。耶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来来来，那个。那个，你已经很轻松，你回日本那么久了，出活都我们两个在干的，今天换你了吧？浩开始说，我们要剪刀石头布，我就觉得很有自信，因为小姐在嘛，小姐每次都剪刀石头布都输，我就觉得哇，今天一定可以赢他们两个。剪刀石头布，我输了。礼物，我要礼物，礼物，雨衣。有没有？ Okay, 好，那我们要开始做准备，怎么准备？我们呢要先把船推下去，好，然后呢再放网子，放船外机，然后呢放绳子跟浮标。你去上，来救我啦 ！Oh no！我们的辛苦了吧？所以你今天是圈房我吗？没有，其实我今天跟小杰讲好说，我们都要出剪刀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啊！No bro， 被骗了。真的，感觉怎么样？刚刚感觉到生命危险。你有吗？你真的没有没有？你真的会害怕那个？我刚开始真的有一点点害怕，然后那个大哥开那个速度的时候就哦。我不知道我到底拍了什么，因为我一直在抓着。我觉得我跟海有一点点不太适合。